主題。今日得意隻上好和嗰隻理想麵包殼 ，extra hot 呢啲難度今日都唔得。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my。好了，我們今天要來挑戰的就是這個地獄之一擊的死亡辣。因為今天呢剛才就下去買了漢堡扒炸粉，就會做一個炸漢堡扒配一個咖喱飯。它這個辣呢其實呢就是有分金喉、新喉、激身，跟住再跳 level 就是去到 death 身。這個就我之前在日本 Donkey 的時候買的，所以都很久之前。它有寫的最佳食用期是23年的4月21日。 No! 但我相信最佳食用期是沒有了它的辣的。它的封面其實挺搞笑，它的封面是一隻野獸攬著個包裝的，你看到它有兩隻野獸的爪。到底它的辣夠不夠 wow 呢？我們現在就立刻去煮翻個咖喱飯先 ，Let's go。地獄之一擊，接受死亡。我不擺佢在中間，我不想污染了我的扒擺旁邊，但圍住它裏面有什麼嘢西都是好像平時呢我們之前吃過的十八禁咖喱那樣，是有些紅蘿蔔啊，應該裏面有雞吧，我想我一會再看看先，即是總之有少少料在裏面。它聞下去的味道是像一些普通的日式咖喱的，就不會說有之前呢好像十八禁咖喱那些是要有一陣好味的，佢而家依個暫時啊，好，我哋首先嚟聽一聽個扒係咪脆嘅先，由淺入深啊！我哋試咗個漢堡扒先，啊，避開個咖喱先，食一食個扒先，啊，食脆嘅，都好好味啊！家時間係12:13，我哋宵夜進行中，試完個好味嘅嘢啦，我哋要進擊少少啦。咁我哋而家咧就連埋咖喱一齊食啦，哇，好擔心，點解淨係食先？淨係食咖喱先？我哋淨係食咗頭先話佢有嗰啲紅蘿蔔先，好驚我已經。的辣嘅喎，但係嗰只辣，喂，嗰只辣我暫時啊，而家仲係忍受到嘅辣嚟嘅。因為之前就咁食嗰啲十八禁嘅辣咧，係我一入口已經忍受唔到，要即刻飲水噶啦。呢只頂到，但係辣嘅 ，OK 喎，暫時即係未去到一掂就死嗰啲喎。好，我哋撈飯，撈飯食一下先，撈飯就個量多啲啦，咁樣啦，哇，勁多汁啊呢邊，連埋嚿蟹一齊食先。整体咧系普通咖喱捞落去咁样咧，好似好好食咁样。我哋而家哇，好好食喎，好滑又好好食喎。咁我嗰宵夜级别嚟讲咧，又真系有啲癫嘅。佢唔系去到一个不能够忍受嘅地步，因为头先咧我第二啖咧系条脷落去先嘅，嗰条脷系秘秘地。但是它 OK 喎，你看我而家仲未飲嘢喎。佢呢個咧係聲稱話係呢個死亡嘅辣嚟噶嘛，但係我而家so far係我食過嘅所有叫做死亡嘅辣裏面咧，佢呢一隻係叫做最唔辣嘅一隻嚟，因為我連嘢都未飲。我哋試一個進擊的邪惡的成塊和牛漢堡。哇！和牛漢堡炸的咖喱辣嘢一碟，這個是可以真的拿來買來做宵夜還是晚餐咯？晚餐好像沒那麼邪惡，好邪惡。
隻手污糟曬。熟女嚟嘅，俾翻啲魚肽。啊，不如就咁畢一斤咖喱，唔好加任何嘢啦。因為頭先我哋都又加飯又加，我冇睇牛腸。因為個咖喱其實佢係冇雞嘅，佢係得啲洋葱啦、紅蘿蔔啦，係咪粟米啊？呢個就咁食羹醬試下先。我建議大家咧都係配下嘢食，因為都唔應該飲肉噶。我而家宵夜啊，而家宵夜糟蹋咗我宵夜，我食咗一半啊，好似人哋吸氧氣咁樣。嗱，所以咧，我覺得食呢一個咖喱就好似人哋咧飲酒咁樣，可以慢。但是一嘢飲一杯你就可以快，因為我而家有啲想，喂啊，好魯莽，大家做事切忌魯莽，我俾個勝利衝昏我頭腦，第一下少少唔辣，第二下加飯加扒食唔辣。第三下飲下落去食唔辣，第四下淨係食醬，哇辣到撲！咁喺呢個 Tiny 食辣嘅等級度咧，淡仔嘅特辣啦或者雙特辣啦，係大概十粒星裏邊有四粒星或者四粒半星左右啦。因為特辣同雙特辣咧基本上冇乜分別嘅，對於我嚟講，而呢一個咧佢嗰個等級係高啲啲咁多啦。如果講緊三拍一斤咖喱啊，唔係講混飯啊嘢食嗰啲嘅話咧。它的等級是 around 5到5粒半，未去到6個等級咯。所以我覺得呢，如果大家吃得辣，吃到淡仔可以再上一個 level， 可以試一試這個，接著呢先再去試人家其他18斤或者什麼。如果吃到18斤那些，這個絕對接受到，都會辣的但接受到，不會有那些什麼耳鳴啊、胃痛啊、不自覺流眼水的狀況出現的。所以還有這個好吃的，我覺得是大家可以一試。Cheers！ 有咖喱噶，唔系汉堡包。咁呢一个系列咧，其实嚟紧咧都会做好多有关食嘢啦，或者食辣嘅，都系喺呢一个系列里边嘅。咁如果大家咧有啲咩辣嘢想我去试啦，唔辣嘅嘢想我去试啦，都可以喺下边留言，又或者咧可以直接加入我 TG 嘅 group 里边咧，有个饮食台咧系超多人夜晚喺度放毒嘅，大家可以加入 Kimmy 嘅麻辣米粉团。好啦，今日到此为止啦，记得 COSS Kimmy 嘅 channel， 我哋下次再见啦。